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解任务，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子，欢迎今天的来宾，首先是辉汉兄弟的陈辉文，大家好，以及黄伟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这个明天就是我们的公投日哦。这个过去几个礼拜，大家看到公投日的宣传关于四大公投的宣传，正反的两方呢，都有很多很多的论述哦和活动哦。到了最后的关头，正反两方都在做最后的冲刺啦哦。不过我们却很遗憾的看到这样的现象，这样的画面，因为意见不同，大动干戈，互相叫骂哦。有两桩争执的意外都发生在我们台北市，我们摄影棚所在的台北市。我们先来看看昨天傍晚的这一桩哦，地点在北投，这是焦糖艺人焦糖，因为他有意角逐石牌啊，北投这边的这个议员呐、啊、哦。那我们先看看呢，事情发生第一时间呢，是他的朋友王浩宇先在脸书上揭露这件事情哦，他贴了大大的这个脸书的字，写着焦糖哥哥陈嘉行在石牌站短讲。遭到韩粉攻击呀、啊！哦，那一个小时之后呢？焦糖自己也在脸书上哦描述了这个事情的经过。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位这个应该是一位女士啊、哦，一位大姐啊、哦，戴着帽子的，可能跟这个焦糖他宣讲的内容两个人有不一样的意见嘛？哦，所以呢，这个有一些些争执哦。那焦糖自己的描述里头说哦，我刚刚在石牌站宣讲，我被韩粉骚扰还有攻击哦，那当然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的长哦，中间有一段描述，大家一起来看看。他说没有多久哦，他又跑回来，因为他去找警察嘛，这个女士去找警察，他又跑回来，一来就把我的立牌给推倒哦。那我说阿姨，高雄发大财，这样好不好啊？我讲完都喊高雄发大财啊，你不要生气了。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过程啊，那当然我们不在现场啊，那我们也只能再问问看焦糖说，为什么你觉得这位阿姨就是韩粉？她脸上有写韩粉吗？还是她脸上有刺青呢？哦，那你讲这样高雄发大财，这样好不好？我讲完都喊高雄发大财了，只要跟你意见不同的，你就贴上韩粉的标签，或者是已经把这个标签给污名化的，因为很多人都把它等同韩粉嘛，憨憨的那个憨，韩粉，韩粉。然后呢，再一次的感觉上是又是霸凌这一个人呐、啊，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的意见怎么样啊、哦。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焦糖他自己的说法是什么，来听听看。因为两位喊四个同意的，我都把它归类为偏韩粉啊， oh. 因为柯粉至少应该会有两个不同意嘛，对不对？顶多是看到口罩，是跟他们立场不一样，他们就会甩掉嘛，或者是出来跟你比这样子啊。第一次遇到这种动手动脚还辱骂说你污指，你说你收民进党钱这种的，我第一次遇到有点吓到。哦，原来就是如果你喊四个不同意哦，四个同意，对不起，四个同意，他就把它归类为韩粉呐、啊，这是焦糖他自己的归类法哦，那就是贴标签的一种方法，这是焦糖自己的个人意志哦。不过他是要来做这个市议员的选举的，观众朋友哦，这件事情刚刚在脸书上被揭露没有多久哦，这个好像据我们的了解是没有报案啦，可是根据我们的了解是警方已经主动介入调查了哦。那大家看看呢，无独有偶，在今天早上在台北市的另一头。投在大安区啊，这是国民党籍的这个市议员李博毅啊，他宣讲哦，也发生了暴力事件哦。这一次的这个比这个焦糖的事件看起来更严重哦，因为也是一名长辈啊，在跟这个李博毅的这个宣讲公投的内容意见不同，他居然伸手打了李博毅一巴掌哎。那当时这个画面没有被留下来，可是事后这位阿姨在现场哦，跟工作人员有一些这个沟通哦，这个画面有被录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叫警察！这位阿姨看起来年纪有点大了哦。这个是在李博毅，因为李博毅比较高，他有弯下身来跟这个阿姨沟通说：“哦，为什么我们要四个同意啊？”阿姨说：“不可以四个同意，因为四个同意呢，台湾就会被卖掉。”中国就会侵略我们啊，中国就会占领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所以李博毅脸往下的时候，阿姨就啪。给他一巴掌，这个大概是现场目击者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也很惊讶哦，为什么这个公投会搞到这样暴力相向？来，我就跟大家讲哈，就是选举的时候大家激情，可是明天不是选举，明天是公投，公投是对人，公投是对事，不是对人，有必要搞成这样吗？
那刚刚两个了，一个是市议员，另外一个是市议员参选人。好，那所以其实我那个脸书我点不进去看，因为我根本没有看那个脸书，我基本上我也看不到那个内容，因为 互相不往来，不知道了。你任何时候你的论述的内容，如果有人要动手打你都是不对的，不管是谁被打，谁去挑衅都不对。那所以你不用直接归类说啊，对方是什么，对方就是不同意你的意见啊，柯粉韩粉啊，那他讲的啊，柯粉韩粉他有一共的啊，对啊，我根本不是太想要去评论他是怎么，因为看起来你看刚刚那个回应的场合，也就是那我再强调一次，那个人现在这个人应该是市议员参选人，他有公开了，他是市议员，他说他明年要选的，所以他当然希望大家讨论他嘛。我今天讨论这件事情，那我不讨论这个人。就是当你在明天要公投，你有不同的意见表述，四个同意，四个不同意，两好两坏等等，你在路上讲，所有我们大白话的观众朋友也一样，你看到跟你不一样的，你不要上去打他，你也没有资格，你也不可以去这样去 动手打他，打肚子打脸都不行。但是今天是一个公投，公投我已经再次讲，今天已经最后一天，明天就要投票了，它就是一个体检。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我明天要去体检的，好，然后我今天吃降血压要吃两倍，或者是我喝酒喝很多，我明天测出来是我正常的状况吗？你明天就要公投了，你今天那么多的这些又是贾文轩好帮侯友宜写字说怎么样怎么样，那也不是侯友宜的字，这些东西其实我真的觉得光怪陆离。而且原本选举所谓的黑函那是选举啊，现在你公投呢，现在只是要测出明天我们台湾2350万人对于四大政见的政策的意见是什么？可是已经被激化了。那你在干嘛啊？我现在搞不懂啊。好，那真的有人在路上，像博弈，他被打。对。那我也不知道打他人是谁，你也不要直接界定说他是什么，你就不要讲说有人要讲说哦打我的是韩粉，那是他没水准。你不要讲说哎打李博弈的一定是绿粉是阴粉，根本不知道看不出来，就事论事，你就其实讲白一点，动口。不好，动手你就报案，就警察处理就好了吧。你看你讲到这个博弈，有博弈就在我们线上，你看你召唤他就出现了。其实现在博弈正在这个宣传车上宣讲嘛，他还在做最后的这个公投的努力的宣讲哦，在战车上面。我们现在赶快来连线博弈，博弈你好。你好，先生好。博弈，我们因为正在讨论你今天早上遇到的事情啦，哈，有听到？我们正在讨论你早上遇到的事情，那有一位阿姨哦，好像这个动手打了你一巴掌嘛，那个画面我们是没有看到了，只是我们有看到这位阿姨事后有讲说啊，我生病了，然后就跑走了，可不可以描述一下为什么她会动手啊？是，今天其实上今天那个阿姨啊，已经来现场很久了。他一直在刚开始在跟我的助理他们在有一点口角，那最后我觉得因为他毕竟是长辈，我觉得现场人也很多，那不管他同不同意都没有关系，不要强求。所以呢我就靠近那阿姨，然后跟他说，就请阿姨这个不要太生气，然后天气冷了这身体要顾好，那希望他呢就是说不管他同不同意我们会继续宣讲，那红绿灯要到了，希望他安心安全的来渡过马路。因为他比较矮，所以我就靠近他跟他讲，但他接下来他就用一些比较激的言辞在辱骂我们，说什么我们国民党是坏人，然后我们是乞丐，然后叫我们滚出台湾，叫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一直不停的辱骂。是啊，这个线路可能有一点点问题啊。我看到一些报道，也是大概阿姨就说，如果投四个同意啊，这个有可能会被中国并吞啊，台湾就会危险的哦。这个宣讲的内容跟最近民进党在各地宣讲的内容其实是很像的哦。那阿姨最后有特别讲说，我生病了，她就离开了。刚才大家有看到那个画面，她说我生病了，可是也没有人说她是阴粉啦哦，这个没有人说她是阴粉啦，然后也没有人去报案啦哦，就是跟这个两个对照，跟焦糖那一边的对照，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来，慧文是焦糖的这个脸书，他是写柯韩粉跟蓝白粉啊，好，所以他也把柯跟白把它这个绑进来哈。前子，我先害你一下，那你为什么不跟焦糖连线？我们现在可以跟焦糖这个联络看看啊。对对对，理论上应该是要公平啊。那焦糖应该去提供的是类似像李博弈的这个侧录的影片或照片，因为李博弈他有没有拍一段嘛？照片底下啊。没有影片，这个是那位跟他挑战的阿姨，对，他有拿他的大声公在喊说要投四个同意。这个正在新北之前的这个运钞抢案，两个小时就破案了。所以如果两位这个一个是现任议员，一个是要参选的，如果你去报案，以我们现在的电子城墙，在台北市跟新北市一定能够找得到，一定能够破案。但是我也
劝这个李博义跟教堂还是不要告好了，因为这个这种东西去告，那这位打李博义的他说我生病了，你都知道你生病了，那真的表示还有救啊，就赶快对你生病要去看医生，而不是说，因为其实刚刚伟汉讲的我很同意，就是说其实有些朋友的情绪是被挑起来的，好，那谁去挑起这些情绪，观众朋友要看清楚啊，就是说其实他就是个公投而已嘛，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像明天如果4-0或0-4就会怎么样，或者2-2就如何如何，就大家情绪起来了。那为什么情绪起来了？好，就有人说这个是倒戈公投啊，好，这国民党一开始策略就错了，倒戈公投，明天之后也不会倒戈啊，好，就算内阁会改组也跟这公投无关，所以整个就乱掉。那出现这样的暴力情形是非常的不好。那我提一下这个教堂啊，因为他选的是市议员，他不用过半，其实前次你看我们的立委相对有一点点进步，是立委比较不敢偏激，至少在选前的时候，因为立委他是单一选区，他比较需要50%+1的选票，可是像他们这种选市议员的，他不用啊，他5%+6%他就当选了，所以像交谈的策略，他去扯韩粉，去扯柯文哲，对不对？对，他故意的，就他要参选，就他想要拼民进党党内初选，这招绝对是对的嘛。对，因为他跟口译哥不一样嘛，口译哥有阮昭雄把这10几年的功力通通送给他，当时含金汤匙，阮昭雄他不选的呢，我搞我十几年来调卡通通赏你，但这直接他就加入了海派永延会，一头派系改一头，那教堂有吗？教堂没有嘛，啊怎么办呢？只好走这一招啊，这一招有没有用？我跟你讲，即便是在首善之区的台北市，所以坚持我的结论是这样子，要怎么样去调整这状况？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台北市有63个市议员，我猜连伟汉也叫不出来。63个通站在前面，恐怕伟汉有几个，63个我一半以上都叫不出来。你干嘛？全国才113个立委，一个台北市就63个市议员，很多是来乱的嘛。那很多，那就是就你就会选出像口译哥这一种的，像焦糖这一种的。我不是说口译哥没有专业，但是前次他上你的节目，我必须讲说，他跟我们聊，你发现说他。真的不够格当市议员啊，我不是说他没有专长，你知道吗？你连台湾花钱根本你都不知道，你是被这样算下，但是他会赢，因为他有阮昭雄的派系的倾向数。对，那教堂完的，他也可能会赢，他初选可能会哭。你给韩粉助下，给韩粉修理啊，我给你等级，给你民调，给你支持，他也可能会赢。可是我们选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像口译哥跟教堂这样的人会去当我们的台北市议员，台北市议员哦。首善之都的台北市议员是这款的角色，这款的双环，关键没有你刚看的对，我是就混开。所以以慧文的这个说法来讲哦，就是焦糖他是有策略的，故意扯韩粉、扯柯粉哦，非常有可能是他也期待这个机会很久了，刚好有一个阿姨来跟他有一些这个 argue 哦，所以他是不是借这个机会要宣传他自己呢？不过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啊，因为慧文也提醒我们，如果说焦糖有意愿跟我们连线的话，我们也尽量跟他联络看看他能不能跟我们连线。不过这个我看到刚才线路断掉了嘛，博弈还在现场哦，可以看到他现在正在战车上，车子也都还在进行当中，天气很冷哦，是不是？博弈跟我们讲一下现场情况。天气很冷。有点下雨，快下雨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蛮热情的，对，因为我现在跟钟佩君议员一起站在车上跟大家问好。佩君也在。那现场状况，对，佩君可以来，佩君。嗨，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冲刺啦，那我们各个议员会到各个的选区来做最后的公投冲刺。那现场的我觉得反应真的非常好，很多长辈、很多好朋友们都摇下车窗停下来跟我们比赞。跟我们加油打气，那我们很希望能够继续延续的这股气势啊！明天真的最重要的不止同意票跟不同意票，是，而是基本的门槛要通过，是25%，将近500万票必须要通过。博弈，因为这样子，这个就是说这一次公投，已经被炒热成政党对决或是蓝绿对决哦，像是大选般的规格，大家都非常的激情，所以今天早上你才会遇到这个老奶奶对你这个做出一些不礼貌的举动嘛哦，那您有去报案吗？还有今天下午哦。你还有遇到像这样比较激情的，或者是比较可能有些挑衅的举动吗？今天下午没有。那个老奶奶她是说她已经超过80岁了，她说她生病了，如果我拦着不让她走啊，如果出意外叫我负责任啊，所以我照让她走。然后警察局目前其实已经找到那位80岁老奶奶了，找到了，但是我选择不提告，已经找到了，但是我选择不提告了，因为我觉得台湾要的是包容跟理解。不需要去这种强烈的追杀，我们只需要所有的人都能够保持平常心，冷静的好好思考，
什么东西才是对台湾最好、最有利，然后明天去投下那神圣的公投票就好。嗯，好，非常谢谢博弈哦，也谢谢佩君，佩君在旁边。大家都很辛苦，因为现在台北市哦，或者是说整个北台湾，从今天傍晚开始哦，这个气温已经慢慢的往下降了哦。我们在讲说查要不要查哦，警方。刚刚博弈也讲了，那位老奶奶，警方也掌握到了哦。那有很多东西了，双方阵营啊，不管是大选、小选啊、公投啊，大家都会说有奥博嘛。那有一些人是速查吗？有一些是不查吗？还是有一些看起来有查，可是没有后续吗？哦，我们先来看看呢，这个是不是执政？因为你有执政的优势，你用剪掉来铲除异己吗？反正都在我手上，是这样子的吗？我们来看看炒米粉案啊，大家知道在中二选区这件事情，上个礼拜吧，哦，据说严宽恒阵营呢有几个里长啊，办说明会哦，然后就这个剪掉来查了，说这些里长辈哈，这个准备了很多热汤跟这些看起来比较高级的炒米粉呢，所以查查查。那我们看到这个跟焦糖相关的是，前一阵子他自己在脸书上自曝啊，说有人党内有其他候选人拿了钱叫他退选哦，那这个是从。这个搓圆仔汤吗？哦，要不要查呢？后来刘世界也有去提告了，看起来有查。我们节目斗内的这个恐吓信啊，斗内恐吓的这个斗内，要恐吓高嘉瑜的，警方有介入，因为有人去报案了嘛，徐小清去报案了。可是后续到底查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成案呢？包括了国家的资源到底好不好用呢？为了公投，你可以看到呢，这个是市议员，特别市议员游淑慧提供的哦，高雄有这样的简讯出来哦。奉许大队长指令啊，派公差眷属参加也可以算公差人数，而且可以领哦相关的这个津贴，怎么会这样子呢？城中城大火46死，到现在呢，其实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呢。是不是公投这件事哦，让很多行政资源也都进来了？好，我要先补充一下哦，刚刚前面讲的，我要精确讲是可以领便当啦。不是可以领津贴，他那个边是领便当。领便当。对对对，就是说眷属，公差不是有津贴吗？那他那个大队长应该是义消，义消的话，你公差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而且眷属不可能领钱呐，但眷属来又可以领便当，我们把它讲清楚了哈。所以现在其实基本上，大家的感觉是从刚刚包含了这个焦糖哥哥跟博弈在宣讲的时候，好，那我们看起来状况，他们都被跟他意见不同的人恶言相向也好，或者甚至动手动脚。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公投变调的证明，公投不应该是这样的，公投是要检视出我们现在目前对于这四大政策到底多数民众是要什么，然后不管它怎么样，政府都要依照多数民众的意见去做。不过有个前提我必须讲了，如果蔡总统在2020年去年8月28号，他不是亲自的在总统府里面就宣布莱克多巴胺不含乙型受体素，把它去除，然后今年1月就可以开放莱猪。它是通过半年或者是至少3个月开公听会，立法院大家讨论之后，最后做成决定的话，那就不用公投了，因为已经有那个民主讨论的过程。你直接来花一叉给找，所以呢，大家用公投来把你颠覆。结果呢，大家要颠覆莱猪的时候，你变成美猪，然后要变成美猪的时候变成反美，然后变成反美的时候就告诉你，如果你不投四个不同意，你就是不爱台湾。所以为什么那个人要去打李博弈？他80岁了，他不是说，大家听清楚哦，他不是说他那个思想或怎么样有病，他说我身体有病，你不能留住我等警察来，要不然的话我身体有病，我出的事你要负责。可他打他李博弈，刚刚博弈讲得非常清楚嘛，他意思说你不爱台湾嘛，你们就回去大陆，所以这就是意识形态。我再讲一次，我们现在这四大公投，不管过不过，这跟中国大陆无关啊。要不要使用核四？要不要把藻礁留存三阶不要盖在那里？要不要吃含来济的猪肉？这个跟中国大陆有什么关系？中国大陆也不吃啊。所以明明都无关，但因为蔡总统包含他的公投的四个说明书里面讲，哦，我们是反美猪，包含讲说是三阶停建，哪里是停建？是不要建在大潭藻礁。他其实你看，像潘宗正老师，他的意见很清楚嘛，这侯友宜要头疼，他是觉得说移去台北港不错，所以三阶是盖在别的地方，哪里是不盖？不吃莱猪，哪里是变美猪？然后弄到后来变成民众都仇恨相对，没有选举，不是选县长，不是选总统，打开马上被修台。还剩1分钟给辉文。这个前置，我刚刚就跟你讲说，很快就可以破案，所以马上就找到人了嘛。好，那为什么老奶奶要讲80岁？因为80岁是可以减刑的。老奶奶很聪明。对，我读册了哈。按照这种，所以前置，因为我比较怀疑的是说，因为你知道我是阴谋论哈。如果今天是伟汉要选举哈，我也会去打伟汉一巴掌。为什么？阿内，阿内快上新闻！阿内不好吧？不是啦，你听不？
我要弄新闻啊，所以我是不想讨论那个，家己唔该去咯。哦，安尼。嘿，那家己唔该去，我都。安尼哦。来，我来讲吼，今天哈，蔡总统啊，都还在美猪啊，明明是来猪，还在美猪，我写的动意被掉。我最谴责这个蔡莱尔吼，你竟然拿狗出来做梗图啊！蔡总统，这个狗是怎么来的？这个狗啊，是搜救犬，这个梗犬叫做乐乐。嗯。你不用抽签。没有人敢跟总统抽签，是啊，你直接就领养了，嗯，你是特权呢，蔡总统，你领养狗还要由志工来帮你照顾，你丢不丢脸啊？全台湾有谁领养狗说，哎，我过来叫志工来帮我倒狗，然后要公投拿狗出来当宣传，莫名其妙到极点。我还讲哦，刚前面你有找文山伯来，文山伯是当年讲的五虎将啊，就是挺韩的五虎将，嗯，但是你韩国也被罢免一年多了，你讲文山伯也好，强强棍也好。前次我的意思是说，嗯，现在还有谁可以自称他是韩粉？嗯，好，所以我奉劝，我知道你很难选啊，焦糖，但是不要再扯韩粉了，你扯柯粉，我没意见。扯柯粉可以，不要扯韩粉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